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破不了你的婆娑布。展兄，别来无恙了。你现在这样，很好。你也不错嘛。若是把这个头发扎起来，那就更好了。以故人一诺，说到做到。不过看你这个样子啊，要是有了心爱的姑娘，她怎么能看上你啊？ 你不是在盯着罗摩天兵吗？对，我已经把他收藏好，叫人把守了，不会有问题。谢了啊。当年那个一人一剑，浪迹四海的你，如今却愿意守在这样的一片天地，当真是大多数了。哎，新郎又是何人？一个玉面小生，名唤魏青愁。 前不久在山下受伤，被二堂主救回来的。这看来也是个江湖中人啊。不过就是一个武功极差的江湖中人，除了好看别无用处，配不上二堂主。那你为何？二堂主喜欢最重要。行，要不要喝上几杯？不了。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，很开心。 你和展云飞果然认识啊！哦，那个一位故人，哪种故人？是人家狄飞身那种，还是李神医给人看过跌打损伤的那种？你得提前告诉我，我得分清楚情况，提前躲远点儿。哼，方家榜，这茶不错啊。想听故事吗？哟。 倒杯茶呀！谢了啊，先喝一口。